啊，那好记相思的名号，无障盖福啊，哎。那么这十二星象啊，各有七情有七，意为观消，既为修炼，一定有保障。修炼既来，保障一定啊，做回来。如药师有七分啦、啊，以药师为主啊，其他六分啦、啊，啊为伴，七分合作啊，升起曼达罗。曼达罗叫做真言，或者叫做陀罗尼，或者叫做神咒，叫做密语啊。我们讲真言呐 啊真言。也就是真实而虚，没有虚假的语言，叫做真言。我们讲密宗叫真言宗，真言宗，哎，所以在比较当中啊，相当于三密相应的语密，叫做曼达罗语密，也就是积极的佛菩萨诸天定本色之德啊，曼达罗啊，升起曼达罗的团体，纪念一佛，那么功德呢啊，那么七佛的接转呢？啊，所以我们讲南无八法的啊，就皈依啊，药师如来，是不是啊？同时呢，同时起声别佛言：世尊，我等今者蒙佛为力，你闻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，不惑竟有恶处之报，我等相随啊，就是啊，大家啊，一起来改动一心，乃至进行皈佛法经，随动。合乎一切有情，为作种种的义理啊！啊，为作义理就是种种的义理啊。那么饶益安乐，随何定春城国义空闲那中啊？若有流薄处境，或者是福寿持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，恭敬供养者，我等观想为何是人呢、啊？解疏解脱一切苦难，自有缘求啊，悉令满足。亦有啊，那么疾厄啊，救度脱者啊，就是说有疾病啊，啊是度脱，也应该脱上处境。以五色的履就是实现呐、啊，结我的名利得如愿意啊，然后解这个结161啊，一门佛法，蒙佛的威德。得到大利益、大利乐，所以啊，法官拥护是法，流通是法啦、啊。那么无恶处恐怖，这里面有两种道理。第一，六尘以六处来讲，属于杂趣，杂趣就是没有办法分。比如说啊，啊这个阿修罗啊，阿修罗他都没有办法分哪一道了，这个叫杂趣的意思啊。杂趣就是没办法分呐、啊，哎，是属于杂趣。哎，单单讲就是鬼、恶鬼啊，或者是阿修罗，因为恶鬼啊，他有胎湿暖化都有，所以这个鬼啊，他也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划分呢、啊。哎，比如那狼就是狼嘛，狼那为胎湿暖化，要讲狼补起来弄出来，再慢慢的这个囡仔造出来，那为代志。哎，这个鬼道有，鬼道有胎生、暖生啊、湿生、化生，通通有，所以他这个没有办法分辨的、啊。哎，阿修罗也是胎湿暖化，哎，阿修罗大部分都是指化身呐、啊，鬼跟阿修罗都是化身，但是没有办法分辨，跟六道划分得很清楚，所以叫做杂趣。那么依照五趣来讲啊，就是啊，地狱恶鬼畜生呐、啊，加上人天，当然这是属于鬼道来设啦，欲差就属于鬼道啦。既然在恶处呢，啊。虽然不免恐怖，但是现在有佛的加庇，做理性的事情，虽然在恶道也离不成恐怖了。第二，蒙佛的威力，闻佛法了后，善根增长，从此啊不惑啊对这个恶处，所以也无恐怖。但出两句呢，有俗语，浅色啊，简单的解释。那深解呢，欲察如果有这个文化的功德威力啊，立即归本，所以成的欲处。药师佛心的十二大愿，从吉祥就是示现呐啊！所以我们在《法华经》就讲过了，基门、本门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这个啊，大本经典那里跟讲过啊，《楞严经》跟《法华经》啊，所以足侪经典拢会用得到啊。这吉祥所现的啊，相立归高尚不可思议的本，把这个示现的啊，设为不可思议的久远界的本。啊，刚才讲药师如来发心啊，加一个字知等流身、啊，等流身意思就是指佛身变化示现啊，跟九法界的众生相等同的化身啊，
叫做啊法身的等流声，那利落众生的妙用。比如讲阿弥陀佛啦，伊会化这个众量啊，那么即灭恶处之相之相啊啊，善了不可得，何况为有这恐怖呢？啊，此机智，所以感应何坏呀？我等相帅皆同一心，这个一心啊最为难得了。谚语讲啊，谚语啊，左边加一个言部啊，小部底的讲啊，这个谚啊少一个言部，这个字打错的。谚语这么说的是小部底的讲啊，两人同心嘛，机智断金；两个人啊同心嘛，一力量啊，就会当断这个金嘛。啊，人啊不在多啊，啊，六人自动就合啊，协力一心就有作为啊。经团嘛是同款。军团的规工，那咧动摇、混乱、互相攻击，那这个军团啊不正白。那所以军团唯一的成功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教育。哎，教育生团，教育出家众，就是振兴佛教最重要的工程。上该重要的点是这个生团呢、啊，它就是一定要教育啊，在戒定慧、戒学、戒学啊、定学、慧学里面教育。这样才有法度、啊、你没教育靠自己修，你没法度困难、啊、现在年轻人都是喜欢这样，动不动他就要山顶起一茅棚，他就要自己 去住了，也没有听律学，也没有听、啊、经论的东西，要自己烦恼起来变不开。虽然有淡薄道理听经文法，但是、啊、动不动他就要山顶、啊、自己修苦行、啊、说实在话的，道理不行的话，到最后都吃力都解了啊！这个啊，众生你个未使个反对，你个反对诶，一个对疏忽啊，也反感。你讲你主动伊咧修行啊，所以啊，就随缘随缘啊，家己啊徒弟啊，都要衡量家己的力量啊。你若有能力多麻烦啊，我嘛是甲你认同啊。哎、看未使你这个走转来，哎、看未使你走转来，干那麻烦你要家己煮吼，家己食你就好呢啊。每一菜你就拼落个山脚，茅棚一定拢跌半山腰呀。家己多钱面了算茅棚，迄算恐惧你个呀。哎，甲多钱迄就困我咯，对唔？电视、电脑拢介方便，正经茅棚啊，无电视也无电脑，拢无什么都没有啊。哎，协力之心啊，就有作为。军团嘛是同款，哎呀，一定要同心合力才有法度。其他一种看法，佛教要较会兴呢。周武王讲啊，啊。讲帝王啊，有一万人啊，但是有一万的心啊，拢大家对伊无信心。周虽然有三千人啊，皆同一心啊，所以望这个周一定是周朝啊，那么是周啊，就周朝嘛，哎，周文王嘛，文王再来是周武王嘛，哈、啊，这大家历史拢有读过啊。即嘛无量药材，皆同一心，归三宝，呵护一切有情，既然如此，皆有福德啊。二理能力啊，以中国向来一向的解释啊，会当做两种啊。第一呢，以利为利，干那个人个人的利益啊，啊，无管别人啊幸福，属于不义之利咯。第二呢，以义为利，自己极所谓啊，杀生成仁啊，下生出义啊。见由于他人利乐之事，虽然牺牲个人的物质财产甲精神性命，也所不惜啊。啊，这就是菩萨心肠啦。即卖欲杀心将为作义利啊，啊，所以教育有情，以佛教的解义利啊，利他为义，助利为利啊，以将来安乐为义，以现世安乐为利，出世福为义，世间福为利，身体第一义为义，身体转烦恼成菩提为利啊。即卖欲杀就是做这个义甲利的代志，安乐有情。那么这义甲利。既连通现世甲未来，所以啊，出世、他世，也是在这个村啊、各城啊、村啊，那么城各异当中啊，啊，这个字啊，这个打，哎，也可以啦啊，这个应该是村城国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城邑也可以啦，邑就是、啊、大都市啦，出京留步处，这个人啊，托乡处啊。该起为何何为啦？啊，该保护。临终修法有情，离苦得乐，是故出十二心众誓愿，即成七分本一的誓愿，为此经所啊
中重，就是中阳敬重，也就是中重啊，从众了，哎的意思。那么尊敬推崇啊，在《书经》所中崇啊，中崇就是推崇了，哎，尊敬推崇啊。设令满足，哎，就消灾啊。那么有这个极恶救脱啦，有这个破，有这个啊病苦啊，种种啊，需要救脱啦，得延寿啊。但消灾延寿需要换力，或者是法力结成名力啊，该的随缘求啊，求水，水就达到目的，求水啊。此的是欲察心中所发的愿，所发的愿。逆时啊，世尊赞之欲察大众言：现在，待欲察众拟定念佛世尊的欲书琉璃光如来因得者，相应如是利益，安乐一切有情。这是世尊啊。赞叹啊！啊，欲察大众，既然上求欲速福德啊，过来下度有情众苦啊，难得稀有啊，所以相赞现在，有立定欲察啦，蒙佛的威力，无恶处之报，即卖应该念佛的因德，发起如是利益，安乐一切有情之心呐、啊，以因来报因，理所当然咯、哦。你是阿难别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出法门？我定云何弘持？复告阿难，出法门名说《药师如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》啊，也名说十二心中教育有情结缘心咒，也名八地一切业障应如是恭敬受持啦。啊，减三条，应如是持就是应该如是恭敬受持，恭敬受持。哎，头前啊，正十分当中啊，先是这个体相，那么中显处境的这个总体，后边是明这个基业。那么显处境的妙用，那么这处境的全体大用就真详细咯。啊，在这个所在呢是流通分，哎，先结这个经的名，了回一见啊，就一目了然。你阿难为处境的记录。结集者，所以发这个梦，你这个经中这个地啊，令后世啊，必后啊，就是令后世啊流通，一期不忘。佛顶诸经总有三名，第一名叫做《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》，今麦咱就是这个名嘛啊，简称叫做《药师本愿经》。哎，那么这就是四体相当中，总名依部甲正部庄严之体，因果功德之相，立的名。另外一个名叫做十二心众，叫做有情结缘心咒经。那么这就是对这个明基义的妙用啊，妙用上来的名。十二心众啊，何乎有情？誓愿弘亲，凡有所求呢，一定感应得到啊，必感应验。你若说自修用心啊，真心兴趣，定格也未当了解。末世众生呢，功德过海。感应为难呐、啊，所以就这个药师啊，法身等流，在这个写等流法身，把它颠倒过来啊，法身等流才对啊，那等流法身也可以啦，但是啊，法身的等流也比较啊比较正确，所以这个药师啊，法身等流啊啊，一十二心中，堪灵教育有情，立立殊名。所以今麦刚出经，特别将这个药叉，还有药叉啊，那么誓愿咒啊，列于正十分当中。一名呢，不敌一切业障经，处众机遇啊，机遇，改名消灾延寿啊，包括娱乐之门的名，地标经名呢，应如是持诵啊。十波切凡说是意义，诸菩萨摩诃萨及大声闻。国王、大神、婆罗门、居士、天啊，所以把名拿起来哈，八部啊，标一下啊，八部，天标一，龙标二，天龙二啊，药叉编号三，钱达婆编号四，阿修罗编号五啊，阿修罗就阿修罗，金那罗就揭露图啊，揭露图编号六，金那罗编号七，摩诃罗伽编号八。
啊，拢总八部，人非人定，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这是段文为记录结集者所描写的。佛说此经了后，结集的列出信受之众，有菩萨众、声闻众、人众、八部众、人众，也就是以国王大神啊定为代表。那么八部众呢？天龙玉叉，头前有解释个，钱达婆叫做寻香，哎，寻香啊，这较早拢讲个啊。那么就是寻觅这个香气为饮食，天的夜神呐、啊，啊，天顶的角神呐、啊，哎，阿修罗就是阿修罗，无天德，但是有天福啊，福无真大，但是真歹性地，有天福离无天德，就是讲有福报啊无德行的人，人间嘛是安尼。哎，伊这个啊，思想是不是有？但是呢，坏习惯唔改，比如讲亲人心啊、嫉妒心啊、贪心啊、恶气啊，伊有思想心无唔对啊，有思想心，唔过来贪命，下载不来贪命啊，我来报喜一个，上好看报纸，对不？好人好事，哎哇，来报喜我这叫好人好事啊，报一千万，好啊一千万，啊虽然报喜呢，有这个福，而且没有这个德，有德的人呢、啊，绝对不贪名的，绝对不贪名的。拢认为一切是众生的啊，拢认为一切拢是众生的，唔是咱的，哎，所以讲啊，哎，我们要有福，同时要有德，德就是修养，哎，咱爱有修养啊。那么杰鲁图就是妙妙次鸟，乃是大孔雀神也。第七金那罗，中国一个彝人，亲像咱人头壳有角，乃是天刮目之神呐、啊。摩诃罗伽那是复形神呐、啊，哎，那种大蟒蛇啊，那一类的就是蛇啊、蛙呀、啊、啊等等，变化能成神，哎，动物啊，修到路边变神啊。菩萨、心闻、国王定为人，天龙定叫做非人，如是人非人定，听着释迦佛讲是经了后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；皆闻法了后，爱三生欢喜呀、啊。奉堪信受，一旦若无欢喜呢，就比较难信受，啊，失去说法的作用。所以啊，禅悦为始，法喜充满。禅悦为始，就是心内在以法的喜悦当做自己的啊，怎么这个或者食物，哎，这个禅悦就是定的意思，在定中的喜悦，如同一种食物啊。啊，简单讲，禅悦为始，就是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、喜悦。啊，这禅悦为始，欢喜充满，欢喜心有缘理心啊，啊，悠然就主连心气啊。啊，说话时间虽然真久呢，未记也疲倦，你正信受啊。既然信受了，即堪实践奉行，即会当证果啊。这是显佛法重于行甲证。哎，重这个行跟正，你行正是要先信着信受，你若无先信受呢，奉灵行正。所以啊，说经了后，该讲啊，信修奉行，了解佛法啊，那么不是干那空口说白话，能够奏效。奏效是指事情进行很顺利而有效果啊。佛法不是和你用嘴讲的。你用嘴讲的，你袂当，哎，嘴讲是力啦，就是爱身体力行，一定要身体力行。我们这个诸位讲啊，啊，理是虽然知道，习气难断，道理拢知影，习气歹断，习气都爱在思想当中的磨练。要你在思想当中磨练，你一定要带精团，你才有机会。哦，迄个人跟你过意不去，这个人给你难堪，啊，你唔才有心肠修。啊，要我家己咧走去山顶，咱家己习气无人磨啦。去磨吼，迄蕉啊，磨蕉啊，咱咧磨迄个，吓，咱即看即世间讲咧磨即个圆仔菜吼，磨即个竹米啊，啊，甜乖较在啊，啊，迄都有两片通磨的，唔知啊，啊，就是众生伫思想当中有起冲突，意见袂合，迄就真正在即个时阵，咱真正有法度摆平自己，虚心纳受对方的建议，这是真正的修行。因为我们自己呢，哦，你住一间茅棚啊，是讲啊，自己买一间厝住，自己呢，也无在大众当中。我跟你讲，你的习气啊，磨袂掉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人反对你嘛。
无人讲你的歹话嘛，哦，也嘛无人甲你去冲突，为啥？你家一个在这么遐，自己一个人啊？啊，你哪知道你的道行到哪里？对不？所以啊，多去大淡薄，有时爱去山顶大一个，山顶大一个啊，去静一个，山顶时间个，爱个下来磨练磨练看看，看咱伫山顶大有达到好果无？看到一切相心是如如不动，习气是不是有改掉？安尼只真正有效。所以像我即马啦，看到徒弟意见不合，叫来讲，我拢会心平气和。为啥？我也曾经年轻过，我也曾经莽撞过啊，我嘛曾经生气过，闹意见波折过。所以徒弟，我若要跟你讲话，我拢会降十岁的年龄层来跟你讲话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是徒弟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今天为了一件事情，争吵。咱就了解讲，咱伫十年前、十五年前，咱就比较吃力啊。所以徒弟现在这样子啊，有时候意见啊、看法呀、脾气呀，难免的，在所难免，慢慢的来没有关系，慢慢的来。因为到师父这年龄啊，佮经过十年了，修养就比师父较好啊，比师父较好啊。我十年前靠因的修养，无可能啊，拢嘛变变叫，对不？所以啊，讲来讲去啊，规工都是师父较无修养。所以这囡仔来咧起冲突啦，是讲意见看不同，很容易就摆平。为啥？我不会生气啊！这是一个过程嘛，成熟的一个过程呐。你不要说这个是终点，这是个过程，难免拢会安尼啊。所以今嘛讲完啦就讲了啊。今嘛足这俩啊，足完来讲啊，文约书法啊，信修弘扬啊，消灾免难，增福延寿啦。风调雨顺啊，国泰民安，饶有友情，同性正格。古啊，把别拿起来，古就是指农历啊，农历啊，也就是阴历。这个古字啊，一般的人认为是古人啊，那就糟糕。这个古字啊，这是指农历，农历，农历就是指阴历。中国啊，清朝以前通通是用这个，清朝以前自民国以来才用西洋的。1990几年啊等等啊，所以这个古就是指农历，农历啊就指阴历。中国清朝以前通通是用这个用农历所用之历法。五月十六完166页啊，166页。祖母教后把，这个祖母法师啊现在在马来西亚啊，这真出名的法师，伊个册我有看过，是一个正直正见的法师，应该是七八十岁啊才对哦。我是唔知伊几岁，应该是真老啊。教后，那是校对后，校对后，跋就是写在文章的后面，序就是写在文章的前面啊。序啊，文章开始叫做序文啊，文章的后边叫做跋，跋就是写在文章的后面。文体的一种啊，是写在书籍或者是文章之后，的一种评语。大部分都是用凭借文章的内容，或者是说明写作的经过等等的祖母教后把啊。佛法平等，万物管家啊，佛法是平等法啦，无迄个管甲家的差别啦。地基门立立。处处的该通啊，那么违背着去多，你走呢？头头障碍，头头就是面面啊，种种的途径啦，拢会障碍。佛陀说法呢，本来是以人类众生为中心的对象，随众生84000的病症，是第84000之法药，佛法。释灵了病，问问该可入道，所以归元无离路，方便又多门。中国佛教自唐朝、宋朝，以降就是以后啦，以后偏重念佛往生的人，弥陀法门如春风掩草掩就是令草倒下去。春风这样扫过去，所有的草随着那个风扑倒，因为弥陀法门太兴盛了，天下披靡
哎，天下披靡，那个披靡啊，本来是指草木啊，随风掩拂啊，这个掩字啊，一掩掩三声掩啊。那么此处啊，这比喻、啊、极为盛行的样子，哎，那就紧托万门啊，在咱中国啊，啊，这个流通个非常的广阔，嘛真侪著书带帖啊，啊，那么修个真好，那么弘扬净土，啊，在里面将拢盖住宅，规划嘛盖一下立住，嘛有咧修炼个啊，安尼，哎，说去就去，作画啊是立画，哎啊是自知识字，所以这净土法门啊，广为大众啊所欢迎。就是啊，里面种啊，生死主宰啊。那么咱看，听这个净土圣贤录的开示啊，哦，这个内面就是足济例啊，哈、哦，大家嘛拢安尼生死有够主宰。你药师法门呢，虽然当中啊也有啊，哎，虽见有见义，不无高士提倡。高士的是品德高尚的人。这中间啊，啊，有一挂这个品德高尚的人啊。来提倡，所以修行的人一旦得到利益，行人就是修行人，一旦得到利益，人将啊不及弥陀法门的普遍弘行啊。实际呢，当西法门当的指药师净土啦，西呢就是指西方净土咯。东方净土啊，跟西方净土的法门虽然是有差别啦。但是指净土的理性一点，为什么理性一呢？因为咱的发心平等嘛，啊，发心平等嘛，思想有差别，咱的理性是拢同款呐，啊，所以本经伫咧讲，人比佛土，也如西方极乐世界功德庄严，定无差别啦。就是东方药师琉璃清净的啊，这个净土啊，同款啦。但是啊。要去当中药师琉璃佛啦，没有断惑的，没有希望。其他的净土啊，无断惑，你嘛几乎没有希望。啊，唯独独弥陀净土啊，哎，要福祸，哎，福祸福祸福祸都会塞进啦。在临命中，你能掌握得住十念乃至一念就往生，哎，得往生啊。那你看净土圣贤录就是安尼啊，后壁伊会讲得足侪职业的啊，啊在结果支持佛号嘛是叫上往生，哎，后面连那个畜生都往生了，哎，信非虚也，虚啊就是虚假不实啊，虚假不实。为本经所注重的，唔只是干那往生净土，你又特别的重于现实的人生的应用。如药师所发的十二大愿啊，那那是推演机机啊，你仿就是效法而去行之啊，仿行之，仿就是效法啦。那是推演啊，来这个了解一道理呢啊，你效法来做呢，那么就政治的建设啦，社会的改良。民生的问题的解决，虚啊，这个念虚，虚就是皆或者是都可以啊，或者是皆可以啊，这个念虚啊，虚可获补偏旧弊的功效，就是皆可以啊，都可以，哎，会当得到补偏旧弊的功效。那么近年呢、啊，戴院长已定建立这个药师法会。也本此意，本就是根据，也是根据《药师经》的道理去做的。有如啊，消灾咒甲延寿咒顶文啊，拢极重于现生的需要，设立种种的仪规方法。啊，可惜这款道理啊，古早到今嘛，已经真啊。忽略去啊！哎，古来所忽略，就是啊，自古以来已经向忽视去啊。大家拢求生弥陀净土较济嘛啊！你个包括师父现在也是这样吗？啊，不过药师经啊也有偶尔送也有啊。167页，
今夏啊，这今年的夏天呢、啊，啊，怎么样？太虚大师啊，怎么样？应龙元龙长老啊，这一定是一个，一定是一个法师啦。啊，中路就邀请宣讲出经啊，第二句的玉王寺啊，啊，玉王寺的阿育王寺了，竭力的是尽力发挥出去啊，以为倡导啊，来引导众生呢、啊。主就是鱼啊，的高带鱼啊，啊，比寿就是记录讲义啦。啊，我因为这个男性认确字啊，认确字啊，就是啊，我因为啊没有办法胜任，所以确字就是推辞掉，不许就是得不到允许啊。我想要我认为讲我的能力不够，这是谦虚啦哈。我认为讲我的能力不够，希望一旦推辞，结果无得到温准。啊，大师的是太虚大师了，虚大师的无碍辩才，妙语顶顶啊，泄如贤河。哦，太搞恭维了，太搞恭维了。绵绵作记，绵绵就是努力的意思。摩一恩敏，三生敏，敏摩一恩敏，三生敏，敏勉作记啊，敏就是努力。啊，绵绵就是努力的来做这个笔记啊，啊，记录咯，挂一漏万，哎，挂一漏万呢、啊，意思就是啊，有所漏啊，脱落有多所脱落，脱落的比较多的意思啦。那、啊、怎么样，并不十分完备的意思。这挂一就是安挂就安上了一，结果漏掉的万啊，就是讲啊，只有达到一啊，漏掉的万。当然就真谦虚了啊，意思就是他整理的并不十分完备的意思。哎，挂一漏万，那意思漏掉的比较多，哎，完成的比较少，多受啊托劳啊，亲主畏惧啊，啊，就是多所脱落啊，并不十分完备，几乎切脚啊，佛脚啊，运行啊，就是几乎搞切脚啊，运行。好，经过我呢，定好对一拜，啊，搁在更正不少啊，这个念更，搁该更正的是改过了啊，改这个错误的更正不少。那么当中啊，有受处的利故啊，存疑者啊，我嘛是干嘛讲啊，像引用很多的经典呢、啊，都问题都很大，那个字都用的啊不太正确。恐系藤者之物，藤者就是说啊，抄写的意思啊，抄下的人抄掉不对啊，叫依靠太虚大师，比引用华那个《法华经》，还是其他的经典，不可能讲啊错个这些，所以啊，抄写的人呢、啊，伊呢听都无教啊，书安尼讲啊，唔过抄写的人啊，抄袂好啊，伊佛教的这个听都佫无教啊，当然书安尼讲伊就。抄写唔对啊，因为大师啊，大师啊，大师啊，啊，虚大师啊，飞袭他做飞袭就是游方啊，游风，云游的游，方向的方，是云游四方的意思啦。因为大师啊，云游四方到他处去了，也不便咨询，就是无多去问啊，到底伊这个笔记安尼对啊是唔对？大师的意思是安怎？啊，这个诸佛法师的尊重啊，啊，他徐大师，结果啊，伊去别了，也不方便问啊。较早老就是这方便讲电话啊，现在拍一对来，安尼问会到，不可能啊。人也无关代替啊，就是啊，对着经阁诶这个啊，药师经诶大体上啊，也不妨碍本经的注疏啊，注疏啊。这注解啊，甲这解释得着，自唐朝一直到清朝啊，拢总有十几种啊，不下十数家，就是十几种啊。啊，为了这个注解啊，有老掉的，为了这注解啊，已经啊消失去啊，是准是梦吗？啊，准就是存在啊，梦啊消失啦、啊。啊，那么招人过门啊，过门就是询问，也没有人过问了、啊，因为大家啊，迄个时阵可能战乱呐、啊。啊，对经教啊，啊是无讲一贯。这今年啊，佛局啊，啊，这何子培啊，何子培讲哦，
把个这个高官炉啊，在1934年来编这实用佛学词典啊，那个何子培。那么，把这国家的著书啊、要义啊、著书要义，做成这个旁边旁解啊，边啊注解呢？金福的这个大书啊啊，藏其精微，哎，藏其精微啊。那么妙计翻身啊，一颗托香啊，一颗参阅。堪称双璧，双璧意思就是，比如讲，两者都是美跟善呐、啊。那怎样是两册啊？形式，那么啊，就是啊，一个可以参阅啊，一个可以读诵嘛啊。那么这两种册啊，形式啊，有时候我们一定要家喻户晓啦啊，家喻户晓啊。那么有衰微来替转呐、啊，那么驱红胜烟呐、啊。啊、一定要渐渐好宏大。那么咱台湾啊，上这个药师经的人太济了，太济了。地藏经、药师经，尤其是弥陀经、金刚经啊、法华经，这差不多拢是啊，咱供给的这个范围之内了啊。下面讲祖母啊，祖母法师23年中秋日，那是大概民国23年吧哈、啊，告休。把一慈溪啊，这个溪就是浙江省的县名，以朱醉立的名金仙溪啊，金仙溪啊，北鹅刚霞啊，白狐的讲色，白狐的讲色。那么这个啊，拔呀、啊，公料啊，啊、哦，公料啊，师父也有几句话呀、啊，来告诉大家啊。明天休息，后天休息，下个礼拜休息啊。我《达摩写脉论》呢，在7月15，那么是7月15啊。明仔休困，因为我这《达摩写脉论》呢是看过，但是我们弟子啊，法仙啊，当家法仙啊，在查资料，他下个礼拜二才能给师父。他查的资料我都还没看过。啊，书上书上台，我唔捌随随便便，够较简单呢。我看有，我从来不随便、嗯。就像立明老居士讲的，再熟啊，要讲经前都要复习一遍。所以啊，以前的谨记啊，立明老居士啊讲经的一个原则，搁在较熬的人，搁在外无论你外经到外百的了，要讲经以前啊，为着惊违背的因果，咱就一定要复习一遍，因为咱是。但是啊，是负责任的啊，对自己的演讲负责任的。在这《达摩写脉论》7月15啊，最主要的我是休息一下。那么本来啊，我按算5年以来啊，啊，要将这个一般普遍的经典呐、啊，传播要个讲一个段落啊，我伫个。这个文殊讲堂落成了，我为着要对这佛教界有一个交代，我想讲去这间文殊讲堂啊，开这么多钱，吼、哦，这边搁隔壁那边的疗房开这么多钱，要我若无好好啊来个利用，安尼无好啊个方法，安尼我对不起众生出这么多钱啊，请为个技术来签了100，就签1000万。啊，人伊遐尼发心，所以我就发一个愿。哦，安尼我这5冬啊，要禁足，顺续敬仰师父的身体。啊，因为我感觉去外口演讲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，我真袂爱出去啊。啊，但是因为欠人的人情啊，哦、啊，所以台北的人不满，啊，台中的人也有意见，啊，东部的人也有意见，啊，国外的人也有意见，讲非我是正派请。请拢袂行，其实唔是讲请袂行。我的看法，第一，咱的方便演讲已经到一个阶段，外口方便演讲讲三工安尼来讲，吼、哦，你要讲啥，干一个观念尔，引导会当入佛法尔，所以我就发一个愿，要好好搞兴旺。哦，当然唔是我靠我一个人的力量，我的意思讲，我会当做偌济。啊，会当做偌济，
就算偌济，所以我就列出啊，将近几百种无同经律论、天海唯识唯识学，乃至方便演讲哈，安尼算算的哈，安尼拢总可能百几种啊，啊百几种，我来看迄、那个，迄、个清单啊，咱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叫什么录啊，啊目录哈。差不多一百多种哈，百几种安尼啊。那么所以讲，在这五年本来要完成的任务啊，煞拖到这个六年啊。这六年当中啊，咱做了什么工课？咱是不是有对不起众生出的这个一钱呢？第一，咱在这六天当中剃度六七十个法师，六七十个法师啊，当然有的哦，有出去的。啊，去参合的啊、哦，那么咱即马啊，在这六堂当中，咱建立三经南藏的道场，第一文殊讲堂啊，第二咱内门乡啊的法师过来，咱华莲个佛心寺啊，华莲佛心寺三经拢是南藏的道场，而且我嘛一再要求我的徒弟，无论安怎爱剃度南藏，将来啦，将来尽量唔当剃度女藏。那么这是一种观念，如果真不得已剃度女众呢，一个设在玻璃道场，一个设在台东，不一定要让男众跟女众分开啊，真远真远啊，宜兰人讲的真远啊，真远的意思啦吼。按你来讲吼，比较好啦，这是讲啊，但是我是希望我的学生啊、徒弟啊，不要做这种事情啊。所以啊，过来。过这六年来啊，咱因为要佛教兴旺，要佛教兴旺，一定只有两条路通行。第一，爱栽培人才，这是列为首要的工作。你出家人，你道场较大经济无效，你若无人才，出家种得着人才无效。道场较侪经，二十经、三十经，较侪经都无效。为啥？浪费信息的钱尔。你都要集中一直甲栽培，一直甲栽培。啊、哦！伊讲哦，书道场真济，三十外间，啊，栽培半年就甲放我出去。我问你咧，栽培半当伊是捌啥？伊迄个傲慢，凊彩听淡薄啊，就自以为是啊。你甲栽培半当伊捌啥？伊唔捌啊。对，所以我到这个所在，为天经嘅书已经到即卖已经四五单啊，我都唔放伊出去。除非伊家己要走，伊家己要走，即无我在即啊。跨出文殊讲堂自己负责，五年内师父全部负责，衣食住行，我主笔稿才听到。就比较伊老爸老母咧破病，徒弟一摆我就摕十万块给伊。我唔是讲啊，我真伟大，唔是，我就是要给伊没有后顾之忧。无人讲做一个师傅，伊来替我剃度，食衣住行佮包，佮包括伊老爸老母医药费我都佮出。为啥？老爸老母会生伊来我做徒弟，我拢感念伊的恩呐、啊。哦因为有老爸老母，才有我这徒弟啊，所以老爸老母的破病，就是我的老爸老母安尼。我拢用这款平等心来看我的徒弟的老爸老母，所以只要徒弟伊的友好，伊经济上有困难，我拢绝对给伊支持到底。我唔捌讲分别心，这个有修行，这个无修行，这个有，这个无，我唔捌安尼，唔捌安尼就对啊。所以对师出家啊，要没有后顾之忧啦，啊，有一个好处啦。啊、哦，就只要引导经济困难，一讲，但是一定要老爸老母哦。你袂使讲兄弟姊妹也要摕输的钱，还包死爷啦，你爱家黑爱家己赚啦，哦，就限于父母啊。那么咱就，所以讲，因为佛教当中啊，拢是方便演讲啊，方便演讲呢，这袂当救度整个佛教，这没有办法，因为人愈来知识爆炸啊、哦，资讯发达，知识爆炸，你无可能用方便演讲。还是一直做发挥，你就有法度救佛教，这绝对不可能，绝对没有办法。稍微有眼见的人，他都知道；有眼见的人，伊拢知影。我一定要脱掉的，为啥？这款工作无人做，咱一定要做啊！咱有这款能力，有这款地位，甲这款辩才，也嘛有这款发心，有一个较惭愧的就是身体较歹哦。啊，所以这款工作，咱无来做。哦，下面人要来做，大家拢打禅期，大家拢打佛期，大家拢做水陆法会、梁皇法会，大家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做法会，哦，安尼全台湾人通通在做法会，较济，啊，
正经方法的呢也是有啊，也有啦、哦、不是没有，但是为数就比较少一点，比较少。所以但我这款呢，因为书册读这读了21年，对不对、哦、学历 还差强人意，马马虎虎。那么咱有这款的能力、智慧、甲辩才、甲这款热忱，咱为什么无尽心尽力来做一个或者地主该做的工课，来下心命，哈、哦，与佛教共存亡，死嘛都爱上台。所以我有时安尼感冒感觉真严重，头痛很严重，马上爱上台。这六年来，我敢那请假一天，我会记得是安尼啦。哦，那请假几天，哦，发现我请假几天。一天嘛，是不是啊？只有一天嘛，哈，啊，跟他请假一天而已呢。这都是相当的意志力的人，才有法度安尼。现在就要学了我自己咯，哦，相当意志的人，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法师的生命不属于自己的，伊是无量众生的生命，无量众生发心毁灭的一个综合体，就是法师嘛，以法为师嘛。所以我无选择一对，我无选择一对。我会牺牲我一切时间啊，那么勉强我自己的病苦，安尼来完成我这六档啊，这五年，结果拖到六档哈，六年啊，写着所有的要来邀请师父演讲的，嘛得失得真济佛法啊，因真无欢喜啊，请袂行，真无欢喜啊啊！为啥？我爱栽培身材，我爱人物重待。哦、我唔敢讲整个佛教看我，我袂使安尼讲，就安尼想傲慢。我敢讲，在这个文殊讲堂，我该做的功课，我到今仔日药师佛、药师经，是我计划当中最后的一本经典。所以我的辛苦已经贯彻始终，到今仔日不眠不休，已经全部完成我的任务。只是简单讲，只是点人我来到这嘛事，也没有遗憾的对。往后都开的这个经典，就是往后啦。哦，我第一个生命的第一个阶段完成，只要啊，咱有心的信徒啊，将师父讲过的物件啊，看你欠多一波，你会当做复习的工作，做复习的工作啊，做复习的工作。那么，咱为什么讲到这个所在，咱到一个段落？就是师父的愿力啊，讲到这个地方就死而无憾。但是因为呢，咱只要有徒弟，爱个继续栽培。那么我记得，在家居士这么护法，那么这些讲堂当然咱袂太可当做一种废墟啊啊，那么爱个继续来弘法。那么徒弟呢，到今嘛还没有办法啊，一出给为三档啊、五档啊都还不行，我唔敢叫伊去啊。当然伊要讲有法度，但是讲唔是伊家己的物件。一起天文文字啊，他没有误入实相，一共在一篇不可以啊。当然，一拿文五行经观的人，当然没有问题的。所以我是希望讲，这徒弟较慢淡薄，才可以出来啊。这是我的用心，我才无迄个讲半年个栽培的，我都可以起来，无一关的。我栽培一当到即马四五年啊，拢无叫伊起来啊，是我较艰苦啊，我艰苦啊，对不？那么过来，那么开的这个课程啊，拢是禅宗的心法啊，这个这对一修行人太重要了。咱干那知要念佛，也唔知讲佛是为心来哦啊，所以你若捌心法，你才会捌佛法啦。佛法都是心法嘛，无佛法是啥？离心敢有别种法啊？离心敢有别种法？离心无法，啊，咱无认识这粒心，你要安怎修行？那么安怎为到下手呢？所以要透视人的心呢，禅宗一定要很强而有力的加强，安尼来辅助这个念佛，可以烦恼无，可以净土心清净，安尼净土都现前。那念一念，依佛相应，依佛相应得着啊，依佛相应。所以讲，咱在这六年来啊，已经完成了，就是过来开这禅宗，这个就是对以后要开的课程，最后就开华严，华严，华严经啊，一礼拜啊。刚开始可能三堂课，慢慢调整。那么过来更加粗浅的呢，徒弟有这能力也当开课，他可以开课，也当开课。那么这六年来啊，咱所印的经典呢，不计其数。咱所上次的录音带也不计其数。咱今嘛最近呢，又继续赠送这个录影带。
啊，第四代团体下种种，伊嘛花不计其数的钱，所以收入有些拢无够支出啦。啊，但是这不要紧，钱无重要，咱整个佛教的兴旺较重要，整个佛教的兴旺较重要。那么师父的性命啊，今日做到安尼，我嘛感觉我活得真有意义。虽然我有病苦呢，但是呢，啊，我也是要尽力啊，尽力。到个今日，今日呢，我没有愧对于佛陀。也没有愧对于三宝，我也没有愧对我生命的责任跟义务是什么啊？因为我真的是很尽心尽力替咱佛教打拼啊！我到今天就有一个阶段跟完成。那么将来呢？那继续开课当中，比如说我要出国啊，我要出国啊，我哪要出国呢？哎，我出国的时候呢，哎，那么可能就要休息，哎，休息啊，也讲。流通处有人建议讲，哦，师傅，那出国的时候，啊，这流通处的啊，人就较放假。因为我讲啊，我因无了解，万一呢，我若出国一个月变呐，那美国啊，美东跟美西请师傅讲经，我去美国一个月，流通处无开啊，啊，要怎？才未叫差到搬了去哦，那有可能安尼做法？你是讲师傅一出国，流通处都唔开啊？哎，这看情形嘛，爱看情形啊，所以啊。将来啊，咱为着要答谢众生的因啊，因为咱去这个讲堂算几亿个啊，啊，隔壁安尼加起来，咕噜算亿个就对。那么花了这么多钱，拢是十方的众生，尤其是台北，台北的众生上少出这个讲堂上少出一半钱，啊，正经咱高雄，我唔敢讲，出的钱真正阿弥陀佛，哎，阿弥陀佛。所以啊，啊。真少就对了，有限就对了。啊，台北，啊，你甲看台北竟然无去讲经，再三的请，买招游览车联名要来个师傅开，我啊拢无答应啊。所以啊，为了恁家，我受偌济委屈，你敢知？哦，讲正经的，哎呀，受真大的委屈啦，哎对不？故在人请啊，啊，就是因为这是课程的一个过程，啊，我的心声啊，讲予大家了解。做一个法师，他的愿力啊，我咧做代志吼，无迄个有头无尾，嘛无迄个虎头蛇尾。我这人嘛性执，性真执着哦。我那是本身决定的代志，无迄个半途而废的对，绝对无迄个半途而废。你看书咧讲经就是安尼哦，按了佛心事给华人讲三拜，迄是算例外，因为这条件交换嘛啊。佛心事给师父，然后一定爱输去当波弘法。这个条件交换，这是我真不得已的啊！为了创造一个南众道场，因为佛性是我真介意啊。所以讲啊，咱会当建立三个南众道场，会当印经典上录音带，录音带到即马算一亿多啊！自阿伯成立以前，我就开始上啊啊，一亿挂。那么栽培精彩，会当创造这个百几部的啊，大大细部的经典出来。一旦精选五六百位的大主管啊，包括海内外，我拢义不容辞的供养，一角都无甲收，包括运费拢我家出，包括运费拢我家出啦。安尼一个法师伊要所做的工课，看有偌济啊，看有偌济啊，啊，所以咱身体歹，咱嘛是爱做，爱做得对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，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